世界的最强大脑在哪里？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我们要让科学。 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名人堂对战国际名人堂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场，在前面的两场六局的比赛当中，中国名人堂是以3-3逼平了国际名人堂。整个的六局比赛，可以说有让你叹为观止的绝杀，也有让你匪夷所思的逆转。 也有让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黑马。那么今天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对阵的阵容。我想问一下，Robert Desmo 教授，今天你有怎样的准备？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as been amazing and tense, and I must admit to Dr. Wei, the Chinese team has done really well. Against the best brai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ut tonight I have my 3 best brains here to win this competition. We have one of the 3 top memory champions in the world, Marvin from Sweden. We have the winner of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memory championship, Yenja from Sweden. We hav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memory competition for 2 years, Alex from America. 而且就说 Dr. Desmo 手上有3张王牌，他把这3张王牌都放到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前面打平，他刚才说的一句话我不太赞成。 他说是我们好像是超常发挥，才跟他打平一样，我们没发挥好，才是3-3平。今天呢，我们把王牌也留到了最后。首先，我首先有王峰，王峰是名人堂的轮值主席，也是我们中国最强大脑战队的定海神针。第二个位选手是于毅沛，他也是记忆高手，同时他的视觉辨识能力非常强。第三位选手是于彬京。 于彬京是本赛季最大的一匹黑马之一，因为他老是给我们惊喜，所以我先在这儿先祝国际战队好运。两位，你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比拼过之后，你们必须在各自的名人堂选手当中选出最优秀的选手，和我们上一季的老王陈志强一起。 组成人类的选手的战队，那今天这一场比拼，那是巅峰对巅峰的比拼，结果如何？让我们待会儿拭目以待。在请出今天打头阵的两位选手之前，我们来看看他们要挑战的项目及其规则到底是什么，请看。 飞车识途，选手提前熟悉车手的驾驶行为和路线之间的对应关系，现实观察80张带有编号的赛道平面图，嘉宾从中出题，车手按照赛道依次进行操作，选手仅凭车手操作方向盘的手势和动作，将大概赛道对应的编号。 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拿到3分者获胜。让我们有请获得赛车游戏双人组全国冠军陆天炫。 好，那么在选手比拼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小挑战，请后台调出3条赛道平面图。几位嘉宾啊，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来记忆着 A、B、C 3条路线，计时开始。
这三条赛道的区别呢是很微小的，比如说 A 赛道跟 B 赛道多了一个右上角的一个弯，C 赛道呢在下方，比 B 赛道呢要少一个弯。一会儿我们会选一个赛道让选手来开，那么我们各位嘉宾要根据赛车的主观的镜头来判断他们开的是 A 赛道、 B 赛道还是 C 赛道。五秒。好，时间到。好，我们请后台随机的来选择一个赛道，也请我们的赛车手做好准备。好，准备迎接挑战。看一下最终的答案。A！ 这是一个跟车有关的项目，在座的各位我目测一下都是老司机了，所以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强干扰啊，这非常强的干扰，因为仅从它转动方向盘的幅度和速度切换来讲，你很难想象说那个弯儿到底是拐了多长。关键是你看不清仪表盘。我觉得不是看不清，好像就没转过。啊，仪表盘没有转，完全看方向盘的东西。那就基本上去掉了一条非常有力的判断依据。它这个项目是不是跟那个提线木偶有一点像？对，陶子说的对，提线木偶的时候是木偶那些师傅手部的动作，我们可以推理出下面提的是哪一个木偶，但哪一个木偶木偶的身份跟现在赛道的身份比起来简单的很多，因为我们有80个赛道，然后赛道和赛道间的差别又比较小，同时这个方向盘的动作跟手部动作比起来其实更模糊，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对对 对, 对, 对，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唯一性的话，这个推理就变得非常的困难。看样子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困难，那么究竟是哪两位选手来挑战这个项目呢？我们来看一下飞战区，即将出战的是由罗伯特·戴斯摩教授所带领的国际名人堂选手，来自瑞典的数字小超人马伟，即将要迎战他的是由 Dotway 所带领的中国名人堂选手推演先生于冰晶。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冰之行避实而击虚，破解分形数字之谜，质变木偶力退劲敌，只为今日一战。狭路相逢，逢敌亮剑，我于冰晶必将捍卫中国名人堂的荣耀。 I have had the same dream for 3 years. There's always been a voice inside my head telling me that I have to become Superman and save the world with my figures. Figures are my weapon.This is my innate ability. I can easily detect all th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figures. In my world, everything can be transferred into figures. I have to practice every day, and records after records make me more powerful. In fact, everyone is a Superman. I use my power to help people, and you can also make your own contributions to become your own Superman.
This time, I will not simply hand over the victory. Be prepared. I will defeat you with my strongest weapon, my brain. 成功的标配，今年2017，我们有请数字小超人马伟和我们的推演先生于冰晶。欢迎冰晶，欢迎马伟。Hello， 啊，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My name is Marvin Valonius. I'm a Swedish memory athlete, and I'm 22 years old. 哇，好年轻啊！我看到他，我觉得他好像一个美国电影明星哎、欸、，Matt Damon， 就是演长城的那一位。哦，对。你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吗 ？No, it's the second time. 是自己来还是跟谁一块来的 ？No, I come here with my father. 哦，跟爸爸一起来的。哎，哪里？啊！So you don't look like father, like brother. 听完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们来看看于冰晶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推演先生于冰晶，今年29岁。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鲜肉收割机。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跟他对战的选手都比他小，结果最后的胜家是他。对，最强大脑我一路走过来，先后淘汰了楼底、林志颖、谢超东，还有光影控梦者盛一帆，他们都和马文一样都很帅，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鲜肉。那今天可能马文就是我要收割的鲜肉了。所以今天是鲜肉对抗腊肉是吗？对，可以这么说。你在类似的比赛当中有遇到过咱们的 Marvin 吗？没有，就是我对马文之前有一些了解，他现在在全球这个世界脑力锦标赛综合排名是全球第3，并且他还有多项的世界纪录，特别是在数字方面非常强的对手。在国际记忆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second place。 都各位，首先这个挑战是一个基于动作的推理，今天挑战对两位选手来说不能够光因为你是记忆世界冠军你就能够完成这样挑战，因为中间带了大量的推理的过程、yeah. 所以我们的选手可能名不见经传，但是不代表他没有胜算，他就是擅长这个挑战的选手。同时我觉得于冰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点像我们排球赛场上的那个自由人一样，就哪里需要他我们就放到哪里，他经常会给我们惊喜，所以今天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到底鹿死谁手，海天黄豆酱最强战将，请两位走上战将挑战位。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题库当中80个赛道的平面图是怎样的。好，那么下面呢，两位选手将从各自的显示屏当中呢观察记忆80条带有编号的赛道的平面图。马伟明白了吗？ Yes。 冰晶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好，两位听我口令 3 2 1 Go。 以前看所有的记忆大赛，我们的记忆选手在提取自己记忆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非常直观的，给一个图案我告诉你它的数字是什么，给一个数字我告诉你骰子是什么，你提取记忆的时候你所依赖的信息是非常确定的。但这一次挑战不一样，你光制定那80张地图也没有用，
实际挑战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车窗外面的任何景象，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驾驶员手在方向盘上的动作。从这个动作到第一人称视角到顶视角，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定要推理能力，特别是这种视觉推理能力。起点位置也不一样，甚至起点往哪儿开都不一样。对，有的往这边，有的往这边。天，往回会比较快。一分钟，完美的。30秒。观察时间到。好，现在呢我们两位接下来会有5分钟的时间呢来进行整理。现在我们请科助为两位选手戴上防干扰耳机。5分钟整理80个，4秒钟一幅图，记完了之后整理4秒钟过一个，4秒钟过一个，我的个天。计时开始。Marvin 其实最擅长的是记数字，这真的是，如果是传统的记忆比赛的话，记数字的话，于冰晶绝对不是选，我肯定是把王峰给调出来了。其实于冰晶选择他参加这个挑战，就是因为推理能力，他玩的是一个分型的点，对，他也属于不知到底有多深的选手，是吧？还没探到底。这个选手我们还真不知道他的潜力有多少。你看他在比划，他在模拟那个到底应该怎么走。好，整理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嘉宾出题环节。那么现在请大屏显示80条赛道，我们这个赛道显示的方式通过主观镜头来显示的。请嘉宾呢根据赛道的难度的体会来出题，选择的赛道的坐标写在题板上。嘉宾出题完毕。好，两位选手请到挑战区就位。现在有几点呢要提醒两位选手。第一呢，挑战开始时呢我们会把车手操作方向盘的画面实时的切到你们面前的这个显示屏上，率先按下抢答器的选手必须在3秒钟之内报出答案，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一题送你的对方1分，先得3分者获胜。
如果你们当中没有人抢答，我们车手呢还会在这个赛道上重开一次。大赛将临啊，冰晶有信心吗？捍卫名人堂，我是智能王，我有信心。阿伟， I'm still deciding。 好，接下来两位选手做好准备，我们将进入到第一轮的挑战，请后台将嘉宾选择的一道赛道调出，也请我们的车手做好准备。用到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3, 2, 1, GO。 这个赛道呢，第一个行程结束了，依然两位选手没有办法做出他们的决定。这个题太难了，其实刚刚做互动还不觉得这个题有多难，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它那个赛道前一段的样子，就是它前面要左拐了要右拐了，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判断的。但是等你把那个主观视角全去掉，只剩下方向盘的时候，完全懵掉了。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请赛车手重回这个赛道的起点，再开一次。69，请后台显示69号对应的赛道平面图。那么这条线路是不是车手刚刚跑过的赛道呢？验证开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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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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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第一轮的比拼，于冰晶暂时领先1分，我们恭喜冰晶。我在第一遍的时候可能大概抓到了3到4个信息点，我觉得是那个答案了。我再确定一两个信息点，我就可以把这个答案的范围缩小到最后那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轮。 3, 2, 1, GO。 19号，来，我们来看看19号赛道对应的平面图。那么到底19号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请后台把赛道切换到顶视角。啊？十九。
前两轮正是于冰晶先拿下了两分，因为当初他没有跟申一帆 PK 就进来这个比赛，可能很多人会质疑他的能力，所以呢他先这个到几乎是要到了赛点，那所以这真的会让大家觉得说，哇，原来于冰晶的实力也是这么强的。再答对一题，就是我觉得马文今天没有一点那种竞技的状态。观众朋友们，现在好像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们来到了赛点了。现在的局面是于冰晶两分，马伟暂时没有得分。既然马伟的爸爸来了，我希望在这最关键的时候给儿子鼓励。Yeah, I trust him,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take this. I trust him.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两位，准备好，用脑时刻，我和六个核桃。Three, two, one.35 yeah. OK 35，来看一下相对应的35赛道的平面图。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道平面图的顶视角是不是35呢？经历2017带领进入时刻，严格开始，来急开走。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名人堂的于冰晶呢两分啊暂时领先，国际名人堂的马敏为自己争得了一分。好，现在我要告诉两位选手的是，冰晶现在依然是你的赛点，马敏你必须拿下这一局，如果这一局没拿下而冰晶胜出的话，那么整个的挑战就结束了。Marvin 作为一位世界顶级的选手，他的能力也是来的，现在他开始发威了，所以我就对于冰晶的处境有点担忧了，因为表面上看来还是2-1而已，但是在这个赛场上面被别人反转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两位，请准备。Three, two, one, go. 73多少？73，哦，75，可以更改吗？我想问豆豆伟，我得跟他商量一下。OK， 就没办法，就因为是国际赛。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本栏目的服装呢，是由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赞助。73多少？73，73，哦，75，可以更改吗？我想问豆豆伟，我得跟大家商量一下。OK， 就没办法，就因为是国际赛。I think it took more than 3 seconds. But... OK. We can go to the tape. OK. 我们的意见是按照规则是在3秒之中要说出答案。
所以最后的决定是，那他可能超过三秒，超过三秒了。好，冰晶，评审已经做出了决定，75是在三秒钟之后所做出的答案，所以算是违规，你接受吗？接受，接受，接受。来，我们来看一下73号赛道。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正确答案的赛道的定视角，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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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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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死！什么情况？两个答案全部错了，所以 nothing complain，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什么情况？第三题，于冰晶先后给了73和75的答案，但正确答案是74。可是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于冰晶在记忆的过程里边，最后的那十几张图，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在记忆过程里的时间分配不均，导致他对后面的十张图记忆稍微有点混乱。在第三题他得到了一分的情况下，2-1，我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就是那种求胜心变得特别强了，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赛的一个战略失误吧。注意，两位刚才冰晶的回答是错误的，结果送给了 Mavic 一分。现在呢，中国名人堂的选手于冰晶2分，国际名人堂选手 Mavic 2分，现在两个人到了同一起跑线，只有这一局就将定胜负，请你们做出审慎的选择。我现在压力就很大了，因为你答错就送分给对方。请后台调出一条赛道，听我口令 3, 2, 1, GO。23，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23赛道的平面图。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的顶视角。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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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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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不是，73！最后的胜出者是于冰晶。来，请两位选手到舞台中间来。当然，我们也对这个 Mavic 的精彩的表现表示衷心的感谢。哎呀，那个，于冰晶，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刚才做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你猜到是73了吗？我不确定，因为就是中间有几个细节我看的不是很清楚，我想过可能是73，但是因为可能是受前一题的影响吧，就是答错的那一题。什么情况？可
能有40%的想法就觉得是73，但是妈妈一说答案你就知道你赢了是吗？对，他说23，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我回想了一下，就是他的第一个弯道是相反的，我知道他肯定就是90%，我觉得他错了，我跟他说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于明杰像万金油一样，前面做了一个比喻，我说他是排球比赛中间的那个自由人，或者是足球赛场上那个清道夫。对，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两位嘉宾对我的点评，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好，我们感谢李明金为中国名人堂争得了1分，我们请两位回到名人堂继续观战，有请。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轮。人工智能再添逆天技能包，利用 AI 的 Artistic Style Transfer 画风迁移技术，通过深度学习，计算机可以将两幅图进行合成，其中图一的内容作为主要基因遗传，图二的特征笔触作为主要基因遗传。至此，一幅具有双方特征的人工智能合成图就出现了。我们做了4张美女图，大家欣赏一下。4大美女。对。哎呀，这4大美女大家熟悉吗？第一位啊，张昭君啊。张昭君，对，视力有点不好啊。哎呦，这一位简直是沉鱼落雁，你们大家感觉到没有？啊，蒋貂蝉啊，哎，蒋老师。对，这一位呢是大特卫，那个红包太抢镜了。对。是。那么最后一位呢？哎呀 ，That one is based on my face. Yeah, yeah. Oh, you know it. 别有一番风味啊，异国情调。哎。那么这些呢，其实大家平时都玩这个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所用到的合成图呢跟大家平时玩的有点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给每位呢这个美人图呢都配了一张世界名画啊，接下来呢会繁衍出什么样的后代呢，不妨来看一下。好，是这个样子啊，大家看到了左侧这个图，它永远是内容，而右侧这个图呢永远是画风。比如说第一组里头的这个山水画的颜色线条呢都是在下一代中有所体现，这就是我们制作合成图的规律。接下来我们到底这个项目要怎么玩呢，我们来看一下 VCR。最强大脑向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致敬。今天选手将要挑战的项目是基因密码。项目指定每4张图为第一代父代，向下繁衍生成第二代子代图、第三代孙代图，此7张图为一个家族。母图 A 固定在家族第一代一号位，8张选定图中任意抽选3张与母图合成，全排列形成336个家族。选手每15秒中观察一个家族的第一二代图，观察完毕，嘉宾随机抽取3个家族第一代父代图，选手找出对应的孙代图，正确率优先，用时短者获胜。好，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了向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致敬的特别制作的，以孟德尔先生呢为母图的336张合成图。好，为了帮大家呢更好的了解咱们的项目的规则，或者是说呢了解一下项目的难度啊，我们呢来感受一下。
好，我们大家呢都可以看到啊，这个 A 图啊，就魏贵妃呢是我们的母图。我们让 A 和一号图来进行配对，二号图和三号图进行配对，我们来看他们生成的子代图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还要将这两张子代图合成为一张孙代图。好，那么各位嘉宾，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啊！他们最后拼成的那个孙代图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了给大家减少难度啊，我们有六张图供你们选择，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孙代图。好，这三二一，告诉我哪一个是真孙子？从左到右第二副。从左到右第二副。好，桃子告诉我。第三。第三副。好，都对。三二一，给答案。第三张。也是第三张。Robert Desmo 教授。I agree, the third one. 好，请看。啊。你们好像都不对了啊。哎呦，志宇，你说对了吗？他还会拐弯的，对吗？会是第三招吗？来，来，再去，第三招。哎呀！所以今天这个项目就是要找谁是真孙子，是吗？对。好。我们的选手啊，要挑战这个项目啊，难度啊，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对不对？你能不能进一步再解释一下？嗯，其实这个挑战是三步，第一步的话是把孟德尔的照片作为副本的一张，然后我们从八张中间抽三张的话，总共有336个可能性，选手需要记住所有这336组，每一组六张图。对，是2016张图。好，第二步，在挑战的时候，只给选手看4张父辈的照片，然后选手需要提取出子辈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他要想再次推理孙辈应该长什么样子。想出来以后，到这336张图片中去找出来真的那个孙子在哪？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些孙子到底长得有多像？我给大家随便展示一下，这是第一张和第二张，他们在风格上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在很多细节上不一样，你就需要辨识这些细节来判断出来，到底谁是真孙子。这个好难，这个好难。好。接下来我们比拼马上开始，即将出战的是由 Robert Desmo 教授所带领的国际名人堂的选手，来自瑞典的记忆女王严佳，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为中国战队加油，即将迎战他的是由 Dr. Wei 所带领的中国名人堂选手竹影少年于易佩。经得住顶礼的荣耀，就要受得起漫天的质疑。真的勇士，当心有执念，无所畏惧，以满分晋级，向人神对战，一战封神，却让我一世孤立。但我从不害怕一个人，孤独，我暗自帷幄。我是于易佩，铁马金戈，你奈我何？ Most people are bound to be ordinary.But there are always some that will be remembered forever. Marie Curie, J.K. Rowling, Oprah Winfrey. People call them geniuses,
and I'm lucky to be one of them. Born in Asia, I studied in Africa and Europe. Now I live in America. The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created my extraordinary talent. I can remember every person's face once I see it. Hard-working people can only rise up to the good times, but geniuses will always be geniuses. I am Linda, a name you are going to remember. My name is Yanja. I'm 23 years old. I was born in Mongolia, and I was raised in Sweden, and then I lived a couple of years in Kenya. And now I stu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USA. Wow. 旅行那么多国家，你会讲多少国家的语言？Well, I speak at least 6 languages pretty well, which is like English, Swedish, Mongolian, French, Spanish, Swahili. Oh, 真的吗？真的。啊，中国话也会哎。哎，比如说你看，Dr. Wei, 你形容他一下。很难看吗？啊？很难看吗？太棒了，掌声鼓励一下。好难看哦。因为刚才说的是汉语。一佩在《最强大脑》这个舞台上所经历的一切，很像我很喜欢的一个武侠小说的人物令狐冲。他被各种敌人整，也被各种亲近的人所误解，但是他最后用很硬的功夫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其实可能这是一个男人成长所必须要的一个阶段。有，对，一定要坚持住自己这个目前很好的状态，在比赛里边把真本领拿出来。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没有必要去刻意讨好谁，我需要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我看他也才23岁而已，所以其实他蛮有才华。听说你还会唱歌是吗？是的，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弹弹吉他唱唱歌。哎，桃子，你知道那个画面吗？一个23岁的男生在那个朝阳之下，在窗口边上弹弹吉他唱唱，很迷人，很迷人哦。所以你今天要迷谁一下？啊？啊，对手，对手，好，比对手一下子，好，对呀。我想对我老大的 Desmond 说，你知道吗？刚才唱这首歌，就是我们的策略之一。你为什么要告诉他？You know, Yipei is a very modest man, very friendly and nice, but the test that Yanja has taken actually involved deductive reasonings with patterns. That's a specific strength of hers. So I think they will be very tough opponents. 好，Yipei，你对他了解吗？
很了解，他是一名就世界顶尖级别的技艺高手。我记得我们2015年的时候一起参加过技艺比赛，他当时的成绩应该是女子世界第一，同时他也是现在人民头像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么厉害啊！所以接下来跟他的比拼，你到底有多少把握？反正我在意的也只是我面前这个项目，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会呈现出最好的自己。没错。好，现在浪漫的剧情过去了，实打实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所以严家有信心吗？ It's okay, I'll just have fun. 一佩有没有信心？捍卫中国名人堂，我是智能王，我有信心。海天黄豆酱最强战将，请上战将挑战位。接下来呢，选手将从各自的显示屏上观察记忆336组附带图与子带图，每一组选手的记忆时间是15秒。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观察阶段，听我口令 3 2 1 go。首先我们给选手呈现的是4个附带和2个子弹的照片，这个照片你当然可以记下来当做记忆的素材，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把它当做学习的素材，你在中间学习合成照片时候的遗传的规律，如果他找不到这个规律的话，后面的项目他就完成不了。选手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孙带的图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只能够去模拟和想象，而这个模拟想象并不是记忆，并不能够靠微观的去观察，而是完全根据这种模糊的规律来进行推理，推理的过程怎么形成的，我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嘉宾为两位选手出题，有请江振宇。选择一张图，选择一张图，选择一张图。好，谢谢，有请桃子。第二张，选择一张图。嘉宾出题完毕，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有3组题，现在出了2组，还有一组呢，他们两位没有机会，因为他们都是领队啊，所以公平起见，由我来出。啊。好的，主持人出题完毕。好，谢谢。好，两位，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了挑战阶段，
那么在我按下计时器之后，在你们面前的屏幕上将会出现三组附带图。我要告诉两位的是，一旦你们有答案的时候，你们必须回到你们的挑战位上，在答题板上写下答案。一旦完成作答以后，请按下你们面前的计时器停止键。两位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两位做好准备，请升起336张孙带图。好，两位听我口令，用脑时刻过河六个河道。 3 2 1在答题的时候，我们只给选手呈现附带的照片，他可以在脑海中间回忆一下子弹照片长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脑海里面根据他事先提取的规律合成出孙带的照片应该长什么样子。反应速度让我一下就意识到他的记忆能力非常强大，他看了图片反应极快，他一下就意识到子弹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他起身就走了。每一种风格的图都有好几张风格类似作为干扰项，这时候你的视觉辨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一些精细的差别可能会干扰到你的判断。在微观辨识方面速度确实很快。我对我的对手严家是比较了解的，我知道在这个项目上他肯定可以做到正确率100%，所以我只能拼时间。答案了。主持人，选手于佩作答完毕，用时5分20秒17。谢谢。对的。Competition against Wang Yuheng. He did exactly the same. He is slow and with a lot of errors. But during the formal competition, just. 李佩 has already submitted his time, so it looks like she needs to be perfectly accurate or more accurate than he is to win. He seemed to finish way faster than he actually did.I realized, okay, I'll just go slow and go for accuracy. If you're relaxed, you can think faster. So I try to be happy and relaxed.
主持人，选手严佳已作答完毕，用时12分33秒。二分。好的，两位选手已经完成了答案的书写。那么于佩呢，用时呢要比严佳呢要短7分13秒。而根据我们的规则，那就是正确率优先，正确率一致的情况下看谁用时短。经理 M207 带你进入验证时刻。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题的4张附带图是什么样的，请看。那么由这4张附带图会合成怎样的子带图呢？请看。好，那么这2张又会合成怎样的孙带图呢？我们先看一看啊，用时比较长的严佳的答案059。好，我们来看一下于佩的答案059。哇，好，我们请各位把059这张图拿到验证台。好，这是选手选择的孙带图的样子。让我们来看看真的孙带图的样子是啊，我现在还是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正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附带图的排列序号。如果这张图的标号他们回答的是 A568 的话，他们都正确。现在验证开始。两位选手第一题回答正确，目前对于佩稍微有点优势，因为他答题的时间会短，不过这只是第一题而已。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的附带图。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子带图。我们来看一下严佳第二题的孙带图的答案290。好，我们来看一下用时比较短的于佩的第二题的答案，开始。290，两个答案是一致的。来，我们请科助把290的孙带图拿到验证台。那么这个答案到底是否正确？我们来看一下孙带图的正确影像是，我还是没法判断是否正确啊，尽管很相似。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附带图的编号 A458。 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A458 呢？我相信这一轮对两位选手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前面2题他们选的答案都是一致的，那么第3题如果于佩回答正确，当然就胜出；严佳回答正确，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就失利了。那么接下来他们两个答案会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来看一下第3题的附带图。我来看一下他的子带图。好，先看一下用时长的严佳的答案。孙带图的答案是324。好，我们请科助把324号拿到验证台。这是严佳所选的答案，324号。我们来看一下严佳的这个答案跟我们最后的正确的孙带图的答案是否一致。我的天哪，不知道一不一样。来，我们来看一下附带图的编号 A147。 我们来看一下严佳的答案是不是 A147。 来来来来来，
现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于佩如果写的是324，那么于佩用时短就胜出，如果他写的不是324的话，那么最终的胜者就是严家。来，三，来，会是二吗？南京国民品牌海澜之家提醒您，精彩继续。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本栏目的服装呢，是由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赞助。现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于佩如果写的是324，那么于佩用时短就胜出，如果他写的不是324的话，那么最终的胜者就是严家。来，会是二吗？啊！一四啊！我们恭喜严家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两位选手请到舞台中央。谢谢于佩精彩的表现。来，那我要问于佩，就是说这次很明显你为了追求快，结果就犯了一个小的失误，如果你回想一下的话，你觉得这个策略上你觉得有什么失误的地方？其实我觉得策略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最后看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就本来就不确定，但我知道严家的正确率高，速度又快，但是我大概有个50%以上的把握，我觉得就可以写了。反正，这是我教授。Some contests on this show tap a narrow ability, but this contest tapped a very broad ability in reasoning, and that is the mark of real intelligence. I think the two of you.are among the most intelligent contestants I have seen on this show. 好，那么感谢两位精彩的表现，那么两位请到明堂会上去观战，谢谢你们。好，中国名人堂对战国际名人堂，现在的比分已经来到了4-4，整个的国际挑战赛只剩下最后一场，那么让我们屏住呼吸，期待下一个精彩的来临。我们看一下名人堂备战区，接下来这一场比赛分别是由两届世界记忆的总冠军王峰，对，两届世界记忆的总冠军 Alex。完全做了一个错误的，我们不接受，我觉得应该爆灯。众人非议时我愿我行我素，无人应战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敢挺身而出，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真正的强者不怕挫折，无惧失败，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我是王峰，想打败我的人很多，但成功的很少。今日我愿抛弃我的所有头衔，再次下场应战，只为了传说中最强的对手 Alex。 18.653 seconds in speed cards, 28 decks in hour cards, 4155 binary digits in 30 minutes, 3115 digits in 1 hour. I keep going forward and forward. I'm Alex.I started learning memory in 2013. It only took me 2 years to become the world's top memory master. I currently rank number one worldwide. Speed is the key to my memory skills. Faster, faster, and faster. 1 second is like a lifetime.
Now there is only one goal left for me. Wang Feng. 成功的标配，今年2016年有请到明星王 Alex 和归来王者黄蜂。好，欢迎黄蜂，欢迎 Alex。我们先请远道而来的 Alex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OK， 大家好。哟。你可以再说多一点的中文吗？对啊，我可以讲一点中文。一点中文好。我是 Alex Mullen。OK。我25岁了。哦。现在我是医学院学生。That's all。很高兴，很高兴到这里来。高兴到这里来。好可爱啊。那么刚才呢，你秀了一段中文，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再考你一个中文啊。看到那位我们的女嘉宾了没有？如果说要表扬女生的话，你会用什么话来表扬她？她很漂亮。哦，中文说得很好，但是审美观有一点差。谢谢，好直白啊。所以你的中文是从哪里学来的？My wife is Taiwanese, so my wife's family is Taiwanese. 哦，已经结婚了。你这个结婚也太早了吧？今天有没有亲友团在观众席上？Today I have my father-in-law here. I'm not sure where he is. 岳父来给你加油啊！夫人不来，派岳父来。在哪里？哎呀！当这个女婿23岁的时候要娶你女儿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她年轻太小了？每一个成功的女婿身后都有一个惊讶的老丈人。现在我想问一下王峰，对 Alex 有了解吗？有了解。那么 Alex 是据我所知这几年在记忆界进步最快的一匹黑马，他用非常短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总冠军。可能大家之前看到国外的选手也有介绍说有一些世界冠军或者打破世界纪录这些头衔，但是 Alex 是这世纪以来所有的记忆选手当中排名世界第一的顶尖高手。哎呀，所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记忆之王。我的天哪，有没有准备好来一场恶战？和 Alex 比注定就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 PK， 所以四个字吧，全力以赴。既然是王者对王者，我们为他们设定的项目一定要跟这两位的能力相匹配。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请看。冲上云霄，全球5家航空公司，10座城市，50个往返直飞航班，每个航班包含航班号、起飞城市、起飞时间、落地城市、落地时间，5个完整有效信息。两位选手提前熟悉10座城市英文简写，现场记忆所有航班起降信息，系统随机抽取航空公司。选手写下航空公司所属航班的完整信息，全部正确得一分，错误对方得一分，首先拿到2分者获胜。好，好，看到我们刚才的规则的时候，你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常在机场在等飞机没事做的时候做这个练习。No, I haven't.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我也没有，就好比我既麻将既扑克，但是我从来不打麻将也不打扑克。那好可惜哦。他这种记牌能力去赌场会赢很多钱。在我们这个领域的话，就有一位记忆大师，他确实是列入了赌场的黑名单。我没有进过赌场，也不知道能不能赢钱，但是我是有意识的让自己避免去接触这方面的信息。因为你接触了，如果不发挥出来，别人说你这个没用，你发挥出来了有可能会误入歧途，所以我干脆就不接触。聪明啊，这聪明。好，两位大战
一触即发，这一战就决定了中国名人堂对战国际名人堂到底谁笑到最后。所以配合这样的一个项目，它的复杂程度到底怎样，对不对？我觉得我需要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记忆的那个展板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其实你们看到的就是航班号、起飞地点、起飞时间、落地地点、落地时间。Yeah. 那我们选手在记忆的时候是一条一条记的，所以7:02记一个条目，但别忘了这只是飞机起飞，同时在滚动的呢还有右边的飞机在降落。如果飞机降落的话，就有新的信息出来，比如说这个航班2071隔一阵子以后它降落了，这边降落的信息就会显示，你需要迅速的把这个新的信息记忆进去。总共的时长是12分钟，两位选手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把东西记进去，然后同时根据打乱的这种起飞和降落的这个次序把信息给连接起来。对两位选手来说，这不是在记忆大赛中能看到的项目。记忆大赛中没有像信息像这么样乱，你看我们有5个航空公司，每个航空公司有50条航线，你要记住哪一个航空公司是哪10条航线。最后我们测验他们记忆的时候，我们就挑一个航空公司，你需要迅速的在题板上把那10条航线的所有信息给记下来。Wow, I think it's a pretty difficult task.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记忆量很大，你要迅速做匹配。第三是选手需要在速度和准确度之间做一个权衡。Dr. Wei, could you explain why are the airline names in Chinese? 对记忆选手来说，他可以把这些图标转换成他们熟悉的素材，比如说数字。所以即算是图标上面写的是中文，对记忆高手来说也不存在任何障碍，因为总共只有5种图标。我们戴什么？你有话要说来。I know Wang Feng from previous shows. I think maybe he is too modest. He is a great memory champion, also an innovative teacher. But, as he says, Alex is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I don't think anyone could beat him on the stage. But I don't want him to be overconfident, so I give his probability of winning at 70%.刚才 Bob Desmond 教授讲得很对，王鹏特别的谦虚，但是讲自己的赢的概率的时候一点都不谦虚。我觉得我们起码也要是50%对50%。我要说的是，那些国际上的排名现在都可以抛到脑后，没什么用处，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是本土作战，我们非常了解这个舞台，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的项目。这个项目不是记忆大赛那些枯燥的比赛可以能够涵盖的能力，所以鹿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掌声给一下德德卫。好，两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正式的比拼环节。所以王峰有没有信心捍卫中国名人堂？我是智能王。Alex, 有没有信心？ Yeah, I feel good.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I'm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fun. 两位选手，听我口令，请转身。观众朋友们，这是一个实时记忆并且实时给答案的项目。接下来两位选手呢必须在12分钟之内记住所有的航班号、起飞城市、起飞时间、落地城市和落地时间。 Alex, are you ready? Yes. 好，王峰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两位听我口令， 3 2 1 GO。
amazingly difficult. There's 50 flights, 5 pieces of information each flight. That's 250 pieces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2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y have to assemble it all in memory and under incredible time pressure with no mistakes. That's just amazing. Memorization is tricky. I mean, because it's on stage and, you know, there's lights and people looking at you, it's pretty nerve-wracking. And it's a little challenging because you have to, you know, look at, get basically diff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and kind of store them as you go. It'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you know, the usual memory tasks that I do. And so those were kind of some additional things making it more challenging than normal.像我们在专业比赛里面都是一次记忆的话基本上属于同类信息，但是这一次要记得又有数字啊，然后又有字母，所以的话就比我们比赛的那个确实是难度可能还要大一些。降落信息突然出现会打乱选手的记忆的节奏，原先记忆的节奏是非常稳定的，但是现在根据我们随机呈现的降落的信息，他得随时调整自己记忆的节奏，如果他记忆的节奏被打乱的话，那他就有可能记不住，那就有可能挑战失败。老妹，那个 destiny 那个是意外还是就是这么出题？就这么出，就是这么出题，那对选手的记忆是很干扰的。我觉得他得迅速找到谁落地了，然后连接起来。Yeah. 前面讲的那个连接记忆嘛，就是他们干的事。但这边不断的在出，然后那边会打，那边会不断的落。首先，选手记住的是航班号、起飞信息、起飞地点。当降落事件发生的时候，他需要记住的是降落的时间和降落的地点。中间这两片记忆有一个连接点，就是航班号。现在的问题是降落的时间是随机的，如果飞机是刚起飞就降落的话，你很容易把这两个信息连接起来。但如果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的话，中间还有大量的其他航班降落的话，那你原先的记忆就可能会受到干扰，那它的连接记忆就可能出现困难。你别忘了，我们的选手需要在12分钟内记住50个航班、100个起降的信息，这么大的信息量，如果记错一个地方，他就可能失败。哦，结束了，没有了。好，时间到了。海天黄豆酱最强战将，两位请坐上战将挑战位。好，请大屏呢将刚才两位选手记忆的航班的信息呈现出来。这就是刚才两位选手记忆的航班的信息内容。我要告诉观众朋友们的是，选手在记忆这些信息内容的时候呢，同一航班的起飞的信息跟他降落的信息并非是一一对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将所有的航班的信息按照起飞时间从早到晚进行排序。两位选手到挑战区就位。
选手挑战即将开始，本轮挑战结束之后，先按下抢答器的，并且他回答正确的得一分，如果他回答错误的话呢，就送给对方一分。两位选手谁先得两分，谁最终胜出。两位选手明白了刚才的规则吗？明白。Yes。好，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Three。Two, one, go. When they turn around and without any delay, start writing every number, no delay.One after another, both of them. I never saw any memory performance like this. You are looking at the two best memory champions in the world.选手请到我的身边来，现在呢艾利克斯呢抢到了第一题，其实王峰也几乎在同样的时间也要完成结束了答案，当然我们是讲究正确率。那么接下来经理 M207 带你进入到验证时刻，验证开始。第一行正确，第二行正确，第三行正确，第四行正确，第五行正确，第六行正确，第七行正确，第八行正确，第九行正确，来最后一行了，12:55 MOW 17:30正确。我们恭喜 Alex。在这一局的比拼当中， Alex 暂时以一分领先于王峰，根据我们的比赛的规则，就是看谁
先获得2分。现在请两位选手回挑战位稍事休息。阿里斯真是无愧当今技艺界的世界第一，在名人堂中也就只有王峰具备实力跟他一决高下，如果是其他选手的话，他们真的差距可能会更大。在第一轮比赛 Alex 拿到了1-0之后，因为我们是3局2胜，换句话说其实赛点已经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王峰心理压力是明显增加的，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仰起头做了一次深呼吸，这就意味着他其实已经有不平静了。好，我们题板已经准备就绪，两位选手请到挑战区就位。好，现在是两位选手来到了第二轮，对 Alex 来讲这就是你的决胜轮，而对王峰来讲必须赢下这一轮你才有机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两位选手请转身。听我口令 3, 2, 1, GO。 换了两个。两格的差别啊，根据比赛的规则要看正确率优先。那么接下来验证开始，第一行正确，第二行正确，第三行正确，第四行正确，第五行正确，第六行正确，第七行正确，八行正确，第九行正确，来最后一行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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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本栏目的服装呢是由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赞助。
那么接下来验证开始。第一行正确，第二行正确，第三行正确，第四行正确，第五行正确，第六行正确，第七行正确，第八行正确，第九行正确，来最后一行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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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LAX 二零二四 NYC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正确。好，我们恭喜阿亮。当然，我们也谢谢王峰今天的表现，两个辅导来怎么样？啊，惊心动魄，输赢呢也就在毫秒之间。我在想王峰是不是因为你填格子的一个习惯害你多了一些些时间，就是你习惯性先填城市再跳回来填时间，这样子移来移去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多花了一些些时间？因为我不清楚 Alex 是怎么写的，但是我这么写我是想把同类的信息同一全部都一次写掉，但是也确实是有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确实 Alex 全部都是按照表格的顺序，然后特别流畅，没有往返，也许每一个格往返可能0.01秒，但是加起来最后就差了这两个格。我以我的观察，你两道题应该都能全答出来，对，只差了这一点点时间。我原本以为这不至于影响这个最后的结局的，所以 Alex 表现确实很出色。 I congratulate two of the greatest memory champions ever seen. But Alex, this contest wa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st. You may be the best memory expert there's ever been. We'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我最后我要夸一下我们自己选手王峰，我们做了四季，经常是到最后需要恶战的时候，我们就把王峰给抬出来了。我想我来挑战这个项目。我说过了，他是我们中国最强大的战队的定海神针。其实这一次的确是非常困难，你面对的选手恰恰是近两年在国际记忆舞台上面的顶尖高手，然后他的风头正劲，然后王峰已经好几年没有参加比赛了，但他从来不抱怨，从来不抱怨。我们说我们真的需要你，让你站出来。我觉得你刚才在 VCR 里面讲的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就是说我把所有的头衔都扔到一边去，我不在乎那些过去的荣誉，因为大家都知道站在这上面就有可能输，而王峰是没有输过的。如果你在乎输赢的话，你完全可以不来，你说 OK 让新人去打拼就行了。但是每次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都站出来，我觉得我们要为他的勇气给了一鼓掌。当一个人选择了战场，也就代表着他可以接受结果的好坏。其实我当年参加世界脑力锦标赛，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国人拿过世界脑力锦标赛的总冠军。我拿过了就想证明中国人的脑力并不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弱。那么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我们同样也证明过，所以我们赢过，今天我们也输得起。其实竞技来讲，只要你上台就迟早会被超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这叫社会进步，这叫生生不息。哦，真的好，说的真的好。我觉得这个场景是我最愿意看到的。王峰，请你相信越来越多的观众会不那么在乎输赢，他们会看到实力本身，他们会体会到这种事情的乐趣里边，而在乎输赢的观众慢慢会越来越少，慢慢会越来越明白这些事情本身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还是用一句诗来结束吧，那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美的智能空调国际名人堂选手 Alex
赢得了这一次比拼的最终的胜利。当然我们也对王峰这四季以来不离不弃的对最强大脑节目的支持，以及对观众所期待他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人类对自己脑力的挑战的过程当中，尽管在舞台上我们好像分了国际和中国，但是面对我们共同要登攀的那个顶峰而言，实际上是没有国籍区分的，因为你们所展示的脑力以及脑力的背后，值得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然后造福人类的这个意义要超过任何一次比赛的输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战斗，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计较输赢的原因。所以感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大家。两位，请你们到飞单区。好，中国名人堂对垒国际名人堂的所有的比拼到此就结束了。那么国际名人堂的选手最终呢是以5-4微弱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名人堂的选手，赢得了本季国际挑战赛的最终的胜利。我们恭喜他们。当然我们也对中国名人堂的选手精彩的表现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谢谢他们。Well, I hav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guys for all your contestants and say congratulations for all of you. Thank you so much, Kun.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the Chinese team too. It was a great, great performance. Okay. 好，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接下来将会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脑力的决战呢？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感谢六个核桃、金立 M2017、美的智容芒空调以及海天黄豆酱和百度999感冒灵、海澜之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知识。欢迎登录腾讯视频、优酷土豆、巨力视频、搜狐视频、乐视视频以及爱奇艺，了解更多的节目详情，观看更精彩的内容。你可以打开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了解更多节目花絮。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看更多有料直播。你可以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Docker 一点资讯、界面新闻，了解节目精彩内容。下载 WiFi 万能钥匙，免费上网看更多节目资讯。登录微博，参与最强大脑话题互动，跟着最强大脑名人课堂观看选手教学视频，练就最强大脑。登录官网平台荔枝网和荔枝新闻客户端了解节目信息。您还可以登录网易邮箱大师参与脑洞测评，既有机会赢取节目门票。感谢酸柠娱乐、21 CN、 中国娱乐网、粉丝网、中国网、腾讯大声网、腾讯大厨网、互动百科、网易科技。